第几天？第三天。第二天。我们到法国的第三天。凌晨5:30。反正今天是，除了我们到法国那一天的第二天，也就是第三天 ，I think。我现在已经满嘴跑英语，为什么？因为在炫，在飙，就是一直不说德语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海滩边，给你们看我们这车绝对成货，绝对，不光成娃，成包，这包也挺沉的，然后底下又成了很多东西。这车请记住，这车这个。味儿不重是吧？很清淡。现在吃完晚饭要回家睡觉。你喝过了，你先喝的酸奶，喝点水吧。Good work。今天要去戛纳，哈根达斯。多舒服！的话，你的已经你就晒成干了。先躺下可以吗？小沙小沙角弄一弄。小海龟上岸了吗？看那个小腿儿，你看。啊，我们一起游到爸爸那里。游到爸爸那里。来爸爸这儿吧，一个爸爸，一个一个，小海龟上岸了，呜，哈哈哈哈，哦，小海龟上岸了。
他没有树，他都是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吃晚饭，明天就要回去啦。软一下筷子，朋友。拜拜。